啊，那人还没到呢。喂，方妞妞啦，哎，你伫咧倒位？伫你店的门口口啦。那真久啦。哦，规条塞，到恁家还阁歹停车呢。 我爱自家你吹，会做饭的未？没啦，小可爱。我请你食饭。我请你。我是有代志要拜托你呢。哦，你拜托我，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爸爸一个要到啊，我想要买一个手机啊，送给我爸爸。啊，唔知啊，像你这么稳重的人，会较会签约款的手机啊？想要找你，替我紧啦。 这算什么拜托啦？小可代志。咱即马就来去买，买好，我请你食饭。阮行就行。行。过来。 这足水的呢，佮有相机功能呢，兼佮相机啊呢，我惊你爸爸会看无啥清楚。对吼。哎，无这支嘞，这支会用当做 PDA 啊。我都看你爸爸敢有这水啊，你爸做啥物头路的？其实我嘛无啥清楚呢。 好个，无你看，你介意倒一种？阿想我爸爸应该嘛会介意。小姐，这个摕来看卖者。你看，屏幕较大呢。嗯。咱这嘛未歹钱。我看未。颜色看起来嘛真水呢。你上新型的啊。 可以当看电视。讲真实嘞，小姐，你敢免看？会使啊。嗯。你看。哇，真正能看电视呢。这就有八个频道，会当咱行哪看，绝对袂无聊。嗯。外面嘛足清楚的。若是有目睭色，我嘛想要买一支，跟我爸爸配对。 你若买哦，你就会当甲你爸爸做视讯通话，讲电话的时阵，佫会当看到对方。我看我买一支，啊，你嘛买一支，以后咱讲电话就会用看到对方啊。小姐，这个包起来。 手机啊，我都唔知，你今仔只想。别搞细多些啦，其实查某囝送互爸爸礼物，不管是啥，爸爸拢会足欢喜。咁真实？迄当然的啊。敢讲你唔捌送过礼物互你爸爸？因为咱真少见面啊。跟你讲。 伊常常都无伫我诶身躯边啊，而且伊看起来足严肃诶。细汉时阵我足惊伊诶，都毋敢遮见伊，一直到最近才有机会甲伊斗阵，才知影伊足关心我诶。伊阁替我找店面，帮我开店，就是咱今日有诶迄个所在啊。你看，迄间店有水无？ 原来迄间店是你的，总潢开袂少哦。我爸爸知影我想要开店，就给我200万装潢。
我最疼你呢，就遐大方。对啊，但是伊之前拢袂安尼表现，我掠准讲伊拢无咧疼惜我。即马我已经知影，我一定会加接近伊，加了解伊的想法。你安尼想，我相信你爸爸也知影，伊会感觉对你的疼惜有价。该做的，爸爸拢已经做。等你来上班，咱就有愈侪时间做伙啊。大爷，大爷，什么代志？大爷，这批 SR 晶片的技术已经破解啊，我嘛交代落，叫伊来赶紧交工厂生产啦。剩下一寡小项 bug， 工程师讲，只要加给伊一寡时间，应该就当解决。我甲算过啊，等你晶片做出来，时间差不多，拄拄啊好。时间都要抓得准的，手机啊愈早上市哦，就愈有商机。这我了解了。廖校长，我请教法律顾问啊，这 SR 晶片若是出破，天星要求的赔偿可能就伊的。我知影你有两张王牌啦，不过为了保险，我认为也是先甲你阿兄讨一下头较妥当。爸，那是你，你敢会答应？就对啊。啊，不过手机啊，那是天马甲天星技术合作的产品。要哪安尼，就要看小贝安怎办啊。摸唔着，所以手机啊，我要两家生产，咱才有机会甲天星来讲条件。我爸死搞，就算天星无答应。爸个。生产线交你负责，手机啊一定要两早上市，其他都交我来处理。无问题。安哥，对，天佐，晶片 OK 啊吼？嗯，我摕阮工程师看过了，才知影这 SR 晶片啊，原来阮早就已经发现啦。安哥，不管安怎，还是多谢你啦。安哥，歹势啦。即届我斗三工着，以后有任何代志，方有一声，绝对无问题。哦，即阵公司爱盘点，我爱赶紧把晶片放入去，若无互人发现，就害啊。嗯。安尼，我先来去。嗯。天总，我送你。哦。天总，谢你。安娜，阿婆拜拜。拜拜。性急啊！妈，什么时阵有闲？我甲素玲想要请你吃饭。好啊，好。奇怪，控制晶片的数量敢唔对呢？搁对一间，一定要确认清楚。无可能啦，一定是你算唔对去啦。这仓库我咧顾，连一只蚊仔拢飞袂入来，哪有可能出问题？这届你危死！真是想嘞，物件拢无去啊！你搁唔知？你实在是……无可能吧？敢会是记录有错误哈？公司建筑会拢是电脑作业，若有差错，袂敢啊查迄一箱啊！恁两个啊，敢袂使等盘点完了后再讨论？拜托拜托，
千万唔通出代志。无问题。即卖都干那藏在想控制晶片，等我甲党的报告，谁应该负责任？我想真紧就去告。进出会的数量确实检查上控制晶片。你有啥话要讲？大舅，这个是我失职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虽然拍无去执行控制晶片，对咱公司的损失无大，但不过上加严重的是你竟然不知物件是安怎拍无去。秘书，公布落去。记大哥是几个？薪水扣五千。是。你若有任何意见，会用清楚。董事长，我无意见。马科长，你来公司这么久啊，做保全的。甲其他的工作是拢无共款，绝对袂有任何的代。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家在拍无去的，毋是 S R 晶片。不管安尼啦，甲仓库加加情保安上，甲咱公司有申请专利的产品拢放伊啊。各叫保安公司来加安装几只监视器，另一半。是。是吧？啊，你无去找业务，找来我办公室要创啊？我拄到问题，唔知要找啥，想想咧，唔办较紧。听我讲，多少你问题？哦，就这啦，这我唔办。这就是咱电脑 S R 晶片需要的接收器嘛，这边就是啊。你若较早甲我讲，恁请的人今日请假吼，我连当车来嘛用的啊。我该煮该洗哦，加费气。不会啦，后日做应该无代志啊啦。啊，煮一顿饭哪有啥？就是讲嘛，你嫌咪煮个伤歹食。哎，妈，我有去上烹饪课。咁食是真会歹食，袂啦，你莫安尼讲，我是惊你受过麻烦俩。袂麻烦啦，一点仔都袂麻烦啦。对了妈，啊婷婷等下遐久哦，应该是阮去看你啦。啊，我都惊说话无满意，唔才拖到即马。恁兄弟啊，到底要搭到当时啦？啊，一家伙啊，都袂用许欢欢喜喜咧做伙。妈，你也毋是毋知啊。我讲闲暇之间哦，无啥物袂用去参详的。啊，不过只要数学加要中学的时阵哦，迄足奇怪，所有的代志都愈巧愈复杂。李处的个性哦，这么侪年啊，我嘛真无伊法。好啦，莫讲伊啦，婷婷啊，来阿妈家。妈，你这么贤读册，以后想要做啥？爸爸叫我先去公司上班。哦，啊，你真好啊！啊，你阿妈哦，都唔免烦恼，你会互别人欺负啊？恁爸爸哦，若是薪水互你伤过少，你就甲阿妈讲，阿妈一定叫性子加你的薪水。老早叫你去哦，搁拖拖刷刷，干那我拜托你去爸爸公司上班，赶快。你都一定要认真做呢，才袂互别人讲你是靠势，知无？嗯，我知。妈，放心啦，那伊婷婷的婷婷哦，唔免偌久，就会当做我天马介绍公司哦一流的设计师。
家己补哦，较袂臭臊啦。哎，别人我是唔知啊，啊那伊婷婷的能力绝对无问题啦。红色艺术啊，爱当麻烦你去切一盘水果分食。遵命，董事长。这婷婷哦，实在真乖啦。对了妈，我公司哦新的手机啊准备要上市啊，时到我才送你一支。好啊，你提给我。爱教我安怎用呢？即摆手机啊吼，拢真复杂啦，我也袂好用。其实这个手机啊，我用到阿兄因公司的技术啦。我本来想要直接去找伊讲合作，啊，无今日苏阿仔也无欢喜，所以我就大拄大先做。哎，我妈你放心啦，手机啊做好，我会直接分三分之一的技术给伊。我想安尼苏阿应该就无意见啦。啊，生理是你咧做，伊坐咧厝内等分钱。哪个有意见哦？我嘛袂记得点。其实这一家伙啊，本来就无啥物通我计较的。我一个人较辛苦是袂要紧啊。阿婆妈，你等下替我保守秘密哦。我若无，搁找较早买厝的代志赶快，不管会大家搁无欢喜啊。好啦，我知。时到，我会开一个记者会，向所有媒体宣布阮兄弟的合作的成就。妈，你唔哪会来呢？而且一定要支持我的计划。迄当然的啦，我是希望你兄弟啊，做伙打拼。信子到底在想啥？哪会搁去跟天星合作？你拄食送麻蛋时，有看阿兄无？无啊，我是讲哦，大家见面过会挨哦，所以我送麻到门口就倒来。啊，你拄只讲要甲天星合作，佮叫麻保守秘密，到底是安怎？我哪拢听无？互你了解嘛好啦。咱公司毋是要生产手机啊，这新的手机啊，需要天星一项研发的技术。我前下讲合作，恁爸兄唔答。只要有列主持咧，天星哪有可能跟咱合作？所以啊，我得用特殊的门路去摕到这项技术，予咱的手机啊用个顺利生产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阿兄阿唔知影，咱的新手机啊有迄个技术专利，所以你着先下手为强，把妈的心放过来。真正是高明，妈知影你兄弟要合作，欢喜就袂好啊，一定会配合。记者会迄天，妈搁在场，人遐尼多，迄个场面，哎呀，无甲咱合作嘛不行诶。甚至啊，你真足厉害诶！记者会迄天，我一定爱去。迄是讲，因刚会报告妈面子，真正避免，才去欢迎过来。当然冇可能啊。不过除了妈，我阁第二张王牌，而且这张王牌绝对有效。啊，你第二张王牌到底是啥物？就算你唔听妈的话，妈会顾着你宝贝后生的名声吧？你紧甲我讲啊！时到你就知啦。这第二张王牌到底是啥？除了记者会、平面加电子广告，嘛拢针对 SR 晶片功能特别设计。这户外大型看板嘛拢发包出去啊，第一阶段的行销预算差不多2000万。只要会当达到宣传的效果，钱不是问题。尤其是记者会，场地一定要气派，布置嘛要费一寡精神。佮出席的来宾位置要安怎安排，我一定要辛苦。小等你会请秘书将来宾的名单整理出来，先送予你确认了后，再佮邀请。记者会就定26号，纯属发一份公文啦。这边新型手机啊上市的记者会，我的公司全体总动员，每一个单位拢要全力配合，一定要把这记者会办到真正呀。我知影。对啊，董，别跟你来讲啊，我可谓农民力啊，
26号是好日呢。咱若去迄间办记者会，咱手机啊一定袂甲强强滚。爸，嘿嘿，你今仔心情好啦，袂歹呢。玲玲啊，啊，紧就来报道啊。嗯，我想要先来公司看看，了解一下公司的状况。啊，若无到时，我若失去了无好，失去了面子，我嘛真歹看。嗯，别啦，婷婷，看你遮尔好穿衫，就知影你眼光真好啦。像你遮尔有美感的人，设计出来新品，嘛一定真有水准啊。还好吧，阮即摆少年人拢嘛安尼穿的啊。你莫超过伊伫阮爸爸面头前讲我的好话。你即摆已经做总经理啊，你阁想要升官？阿姨，若阁升官吼，恁爸都要等于吃家己啊。呀，在你办公室看嘛。我有办公室哦。当然嘛有。来，就这间啊。啊，有教伊。Fred， 这是啥设计啊？林刚哦，我准备甲伊去吃，然后我交流一下。你爸哥嫌时间无够，今若无你这间办公室，可能会当当作样品屋啊。多谢爸爸。啊，不过。我才打来公司上班，就家己的办公室，啊，搁装搁遮尔水，唔知人会讲闲话无？这你唔免烦恼啦。进前哦，咱天马建筑敢若有建筑师，其他的设计工程拢是包其他公司去做。你即马是公司唯一设计师呢，当然嘛有个人的办公室啊。不过，我是感觉无啥好呢。婷婷，你是想怎样啦？你即摆工课不是拢有客户来拜访，有家己的办公室，安尼嘛较方便啊。是啊，马哥，真麻烦你，带婷婷去参观公司一挂作业定数。我有约客户等来办公室。是。婷婷啊，慢慢来啦。有啥问题哦，再请教马哥。办公室在你边啊尔。嗯，多谢爸爸。嗯，以后想要公司叫我当处长。是，当处长。婷婷，请坐啊。嗯。来，你看卖啊，这是伊头一个 case， 天马分中，伊是行上国际的八纵路线，而且敢若40号尔。也毋过每一号恁拢根据家己的需要来设计八纵的外观甲花园。一开始就接这大个 case 啊？你放心啦。我已经派一个建筑师来协助你啊。敢无较细 case 啊？这 case 是天马的招牌啦，董事长希望家己的查某囝来设计，安尼毋才更加有意义啊。相信你爸安讲啦，伊袂看唔着啦。好，为着阮爸爸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。马总，以后等麻烦你安尼。别安尼讲啦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一定随口随到。董事长，你李伟的先生在外口，讲要见你。蔡进宝，请入来。是。哎，包哥啊！来来来，很行很行，请坐请坐。哦，包哥啊，真久无看呢。哦，啊，规个人气色看起来袂歹呢，人嘛真有元气。唔知今日有啥物贵事啊？洪董呀，啊，阮嫂啊拢无敲电话来甲你照会哦。阮包哥今日是以东东圣基电子的董事来公司才顺顺看看的，看你有乌白来无啦？顺顺看看，原来是这件代志。包括你是把董事当作是金色代理人是吗？我甚至计划拢免讲，到我的办公室里啊，就安，应该款款的搬入来。好，办公室，包括你敢知道我这办公室租金真贵，所以我准备办公室给你啦。我再讲，
伊你即摆工作，你只要逐个月来只领20万薪水就好啊。其他的代志，我嘛唔敢去麻烦你啊。所以你啊，根本就无需要办公室。我无可能会白白领钱，既然讲我是同事嘛，哦，安尼我绝对会做代志。你若是讲要做同事哦，你就要照我的规矩来。看你是要逐个月领这20万薪水，还是要回去甲恁某撑长手？先生，算我给你面子啦，吼。头哥啊，一旦枭雄哦，都爱像你安尼，会剩会救啦。安哥，天佐，啊你哪会来？我来找婷婷啊。婷婷啊，婷婷在新的办公室嘞，无你找秘书带你去。哦。哦，咱着王信天的后生嘞吼，拢已经遐大汉了嘞，啊，无唔对啊，就是伊啦。头哥啊，人会老，囡仔会大啦。啊，你看我天祖这么大汉啊，我想你心肝内嘛应该了解啦。伊都已经关15年啊，啊，这一个囡仔都变成遐尼啊大人啊，啊，操你啊！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哦，嘛是变甲一无所有呢。我真是无当你即卖是啥物意思？明年阵即卖是阿娇咧换盘，就会使无够放在眼内。我甲你讲一句老实话，我确实无甲你放在眼内。若毋是你某来向我求情，我根本袂有你有机会踏入这个办公室。别乱吃啊！小伟，给啊。哎，炮哥，唔通袂记呢？这逐个月哦，阿来只领迄老人津贴呢。这是公司近年推出的 case， 你拢已经做参考啦。也毋过我相信，以你的美感甲能力，在天马分中文绝对是会当代表天马建设的节奏。你莫搞半只尔搞啦！你嘛莫伤谦虚啦，我是感觉。就是这间。哎，天佐。婷婷，这是你办公室咯。你有介意无？真赞。可惜，唔是我的办公室。恁爸爸的公司嘛足大间个啊，叫阿伯穿一间比这搁较气派、搁较豪华，互你就好啊。困梦困袂明梦啊，我都无像你有一个好爸爸。秘书，你是无看到我甲大小姐来讲正事呢？有人客来，袂用先请伫个会客室等，一点仔规矩都唔捌，敢做啥秘书？带伊来诶！莫找借口，阮甲恁讲公事，就算讲是董事长家己来，嘛会伫咧外口等者，袂安尼就总理来。出去啦！是。歹势啦，恁来讲公事哦。无要紧啦，其实阮公事啊，我甲马总诶，只是咧开讲。马总诶，敢有其他诶代志？我本来要再来去看咱公司气候诶办公大楼，好好甲你介绍一下。唔免遮尔麻烦啊啦，我叫天佐带我去就好啊。好啊，我即摆有车真方便，随传随到。嗯，来，你先坐。天佐，你来来找我。我是来问你，你生日时打算要哪过？马总诶，你阁有代志无？无，无代志啊，无我先出来。您讲啊，想要哪庆祝？这得看你的心意啊。
我一定准备哦。喂，肥猫，搁安怎啦？你实在是够啰嗦呢。好了，我知了，你在倒位？嗯，就安尼。肥猫找你有代志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先过去啦。婷婷，你放心啦，你生日时。我连送你一个上 special 的礼物。好啊，那呢，我就等你家己看。嗯，先来走。好。哎，卡西里的呢？放心啦。浩哥。来啦，饮茶啦。炮哥，咱中午要吃啥？炮哥，要唱歌无？我等下带你来 KTV 哦，来一段。炮哥啊！啊！你搁为迄个王安胜子讲的话，还搁生气哦？迄个笨蛇讲的话哦，根本就袂听进啦，像咧放屁同款啦，无一句真的啦。王安胜子讲了无唔对，你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。豪哥，即马根本无任何人甲我带进包放在眼内啊！唔是安尼啦，豪哥啊！你同款哦，是南北二路化水的跟党的炮哥啊！你别点，无当你即马是安怎，当作我青名是臭鱼人是？我蔡进宝即马落魄到安尼，我家己真清楚滴。王阿信是讲了无唔对呢，我即马无枵死，是阿娇在咧饲我。我惊咯，我淡薄仔有风，是阿娇在甲我滴饮料。炮哥。唔卖安尼啦，就是要安怎？无敢讲我蔡进宝即马甲以前同款，化风风来，化雨雨来。炮哥啊，你上起码要我的啦。身躯边敢若剩你，伫个外人看起来，咱两个人啊，只不过是过时的馍，爬去你房仔顶放啊，唔值钱个。炮哥啊，你着卖遮实际啊啦。我唔是失职，我是看清事实。王阿信是讲了无，我了解王阿蔡进嘛，即马真落魄，刺激我东山再起的魄力。我不用认为讲我是过时的一个人。豪哥，啊，你的意思是？以前所有车业的日子，所有的一切都甲放水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个东山再起。你感觉咱要东山再起，要为倒开始较好啊？东山再起哦，豪哥，咱得要有钱啦，啊，搁有人脉。阿雄，咱有事要参详一下。咱要东山再起，搁要找事要参详，啥物代志感觉一定爱靠伊着。就算讲要靠阿杰我的人脉甲伊的钱，我蔡进宝嘛要先踏出去一脚步。哎，要若无我算啥物查甫囝？哦，对对对。豹哥，你讲的嘛对啦。阿娇，我即马所有的事业哦，我拢是外行，得千万唔通卡着，你若袂叫看破卡手。嗯，讲的毛利呢？啊，豹哥，啊不咱在为对呢，为木材，佮建筑，咱来做，安尼咱嘛做得较实手，嘛较透动啦。嗯，讲我利不利哦？嗯嗯，笑。安尼你赶紧去查看卖，以前咱建设公司的登记敢够伫个？哦，好，好。假使讲，迄登记已经无伫。重新申请一间，我会叫阿杰为王信杰提一挂土地来，咱家己靠家己，唔免靠别人。招兄弟，重新起造。嗯，炮哥，我一定听你的啦。嗯，这件代志绝对要做好水亏，愈紧愈好，知无？我知。啊，是讲这妞妞即卖在装潢的店哦，进行了安怎啊？嗯，用啊差不多啊了。哦，迄叫迄设计师哦，赶一下工，较紧就完成哦。我要送妞妞礼物。
爱实现伊个愿望，吼。好，安尼我随时爱找这个书，吼。诶，前辈，啊，我叫你找你真心正差伊个设定甲大包下落，即摆有消息无？哈。哦，等你办啦。哦，你赶紧办嘞，唔通办案，代志拢讲咧办，结果办无半项，知无？我知，我知。嗯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我来吼。嗯。好，我先去。多谢你哈，是你去甲恁爸刺激到的，我终身讲是看清事实，都无甲你骗。今仔日，伊对恁爸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以后我拢会叫你甲吞倒去，是当甲恁爸刺激。当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啊 ，Boss 啊，我这两个兄弟吼，最近欠一挂收费啦，啊，伊一直跟我讨钱啊，我只好来找你啊。你当作金库？无啦 ，Boss 啊，妈呢啦，你钱也提不出来吼，会真闹亏呢。顶个我唔是了50000块啊，50000块早就开了去啊。啊兄弟吼，知影咱最近有挑一块啊，所以讲想要分一挂收费啦。看你平常时啊小胖哦，无半撇啦。还分钱哦，搁斗大声啦！恁若是要缀我，较巴结啦，莫甲我闹开。我是在跟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？有啦。嗯，才20000块，先提伊。哈？才2万哦？2万嫌少，我买。啊不，好啦好，2万就2万啦。细汉，若是你这么好做，我不做，我恁做啦。在看啥？安怎？我你袂爽啊？就是袂爽啦，骨折还袂轻啦，今仔来跟你算一下总账的。我是洪天洲爸爸。你哪会讲笑吧？爸，代志不是我抓出来啦，钱无两个袂等啦。可是你也无当手甲拍起哦。你莫阁念啊啦，在遮替我留一挂面子啦。你也要顾你家己面子，煞来写我面子。好，来，再签名。叫公公起来，阿通啊，阿过来。王先生，麻烦你跟我爹办一下交保的手续。好，多谢你。多谢大妈，我手续来办妥了，再来等你。哎，爸，出来。我还有三个朋友在内面，你顺续给报出来。叫家己的爸母来报啦，无会用的啦，一定要做伙共报出来啦。现在我一定甲天交我，你无讲一个理由我听看卖。因为，因为我是你的 boss 啊，我若做伙共报出来，以后我是要安怎传下去啊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啥物时阵敢有做老大的？家己闺女当小钱？我水接无三寸，你就要学人白领船啊！爸，做人还讲义气呢，我袂应该帮你问管。讲义气毋是种讲法的啦。老爸无偌济钱啊，你着好人做到底，莫烦恼开啦。这毋是钱的问题，是你根本就无应该甲伊做伙。爸，拜托啦，即届着。干一摆哦，这样不你也听清楚。
以后我袂阁替你遐，你遐我伫搞无，嘛不准你阁甲伊见面听。